唱嘛，高屁屁，我怎么怎么样弄，高流啊！不雄，他说欢欢喜喜要倒回来，怎么搁哭回来？唔知影高牛啊，你出去外面所在是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吼？都唔知影西哦，迄阵的大雨拢无停，阮家哦倒伫咧隔壁庄的，啊，我若是要倒回去隔壁庄，唔着爱经过迄条桥，西哦，迄条桥一定冲上去啊啦！什么呀？我还不够老大好命？规条街拢冲上去啊！是哦，我无倒转去啊啦！你无倒转去啊？是啥物啊？我若无转去哦，阮厝内底人会为我少烦恼的呢。唔单是阿叔的烦恼，唔单是小哥的烦恼，我阿嫂一定会知影来少烦恼。吉阳啊！无希望啊！姑娘，恁翁会烦恼你吼？当然咯。啊你啦！我保护你回来好啊。你要保护我？是啊，也吼，看你家己一个人倒回去，我嘛于心不忍。我保护你倒回来，我是有翁的人呢。你若是保护我，你袂惊有人纷纷议论哦。是你爱惊红红，我理论，要唔过我讲过啊，失平的是君子，我也不是少年，我保你倒转去，要若无咧，你一个查某囡仔，路上若碰到什么歹人，也是讲碰到什么危险，什么人会用说甲你解救，我真正对你无分文之仇啦。你看我听着讲你假啊，我嘛无安怎，对不对？嗯，即摆叫冲转去哦，若是要倒转去，爱行另外一条路，我若是迄条路是足危险的咧。坎坎坷坷，有可能哦，被我遐小人经过，我就是爱有人保护才会用事。所以我唔才讲我保护你，我跟你讲，佫一个懒懒的查甫，嘛看赢一个欠卡查某，安怎我就比你佫较有才调的？两个人互相打岔，嘛袂较有危险。好啦，阿静莲，你就算要好心，你若无。我先答应我，你保护啦。好啊，安尼行，带路。你行头前哦。我为什么行头前啊？我若是行头前，我若唔知影你伫后边要做要创啥物，你若做在那回咧，我咧我是要安怎？我甲你回咧。对啊，我徛伫你的后边，我随时会使甲你回咧。当然啦、啊。你查甫人的垃圾，你是无抵抗的呢。啊，万一哦，你若是真有介意着我，把我拍咧，怎哩走？把你拍到是变安怎？我伫你后边，我甲你拍咧，怎我走？你唔知影，迄手机嘛，急事的人拢是安尼生的哦。我若真正要对你安怎，我就算行伫你的头前，我活过来甲你拍的嘛，就会使走啦。怎算啊？我看会着你，我感觉安尼较安全。啊，我行头前，你要让我拍咯？你要让比我更可恶？我就甲你讲啊，我甲你话，你就听。是靠你人啊啦！你怪呢？干哪我正该呢？当爹都当着啊！我确实哦是一个大好人，这是我甲伊咧讲的。我惊讲伊会危险，你知影无？甲你爸较袂臭车哟！你给我听着！好啦，我行头前。